好意思，今天吃的也有点早，让你们看见了，报鸡流口水吧，不是吗？小伙子，年纪轻轻头上有点绿啊，这要是糊涂的。他因为他头上绿，准备去炫两碗面。他们家有12种馅料，12种馅料可以随便选。那家面好吃吗，娘娘？可以。老点了，哥，我看好多人呢。我等会儿请你吃饭啊，你等会儿过来跟我一起吃啊。你说娘娘喜欢吃回锅肉还是红烧排骨？我问他，娘娘。你是吃回锅肉还是红烧排骨啊？我不吃白白，你莫花费钱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没事儿。你很多人呢。好，这个小卖部就很有年代感，然后这边全都是吃饭的。坐那，那个灯那里，这好有氛围呀。没事，成都人嘛。我是四川，我是南充人，但是我以前在新疆生活。哦。我们刚来成都的时候就说，成都人怎么都那么有钱呀？那什么时候都在吃吃喝喝，去哪都人可多了。就这个。对，就这个回锅肉。我们点了的，你吃。来，我们大家分享，老板们来，整点肉。肉你自己吃，你那么点儿不够。够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蛋你就把它泡到这个汤里头。哦。好。然后特别好吃。味道好，不辣，不辣啊！我觉得不辣就是红油看到起那个。红油看高的。这面挺劲道的，我在成都吃的好多面都不劲道。他们的面好，他们面还可以。我想搞点醋。肉干给。你要不？不来了。你们都说我倒的醋多。我下次自己带一瓶醋，有一个好心网友从山西给我寄了醋过来。倒这么多醋都压不住它那个红油香，面劲道，然后也香，不辣也不麻。金马汤汁的煎蛋，看着香不香？娘娘，你孩子多大了？我31岁吧。你看年轻啊，四川人果然显年轻，皮肤好。没有，他只有24岁。有没有孙子了？6岁了。想不想要个孙女啊？想。不想？为啥？现在负担重，就一个就够了。哦。现在他们要生房子，压力也大。两边都是独生子女。哦。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哦。8以后应该现在都面临着这个。吃这碗，你看我这个看着香不香？香。好吃。妈呀，那我这个看着也很好吃，怎么办？两个都吃。我又不是猪，对吧？日常被宠。你看这个干拌面香不香？吃面咬断不犯法，吃到第一口以后，稠稠的、浓浓的，有股麻酱的香，伴随着那种辣辣的感觉，裹满酱汁的煎蛋。我觉得干拌也好吃。我把钱给你。不用，不好意思嘞。你不用不好意思，老乡，我们也算是老乡。就是这个啊。好，行。你们最近追星了吗？你别说，这个红真的很好看。你们平时吃几点面？记着。你不得不说，你不得不服成都那个，真的，你不管在吃什么，你就感觉那个东西好吃的程度要比你平时吃到的东西增加一大半。点了一碗醪糟汤圆。看我们家。等一下吧哈。经常不知道生活为了什么。你知道成都这边就是内卷没有那么严重，真的。今天3人消费52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吃的饱饱的。旁边的江湖菜生意可好可好了，你们知不知道旁边的江湖菜？好吃的话给我讲一下，我下次来吃。吃饱了今天。